是原八元资料图。在近期娱乐真人秀《我和我的经纪人》中，张雨绮谈起私生活，称害怕舆论伤害孩子，并哭诉到孩子是现在唯一的软肋。25日一早，前夫原八元发文回击，直指张雨绮卖惨。在节目中，经纪人杨千珍建议张雨绮未来的私生活尽量不要在公众面前曝光。张雨绮说，可是我们想要不被曝光就不被曝光了吗？张雨绮称自己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和违反道德底线的事，让很多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有所误解。张雨绮含泪表示，希望孩子不会受到舆论的伤害，为了孩子愿意改变自己，并称孩子是他现在唯一的软肋。原八元截图报道中被骂与黄毅清一个样，随后原八元反击张雨绮。原八元直指张雨绮与其他人开房喝又求复合，做事太 low。 此外，原八元否认复合撕破脸的大戏戏策划。原八元质疑张雨绮为何要勾开谈论孩子，最后针对张雨绮闹剧后无戏可拍一事，原八元回击道，还有就近一个多月通过你们公司找你拍的戏和话剧，就近十部，一帮人为了一点利益公开荒话连篇，说什么事业停滞，可能娱乐节目本身就是为了各自利益娱乐而已吧。最后原八元新公告张雨绮和他的团队不要再对他进行评论和影射，否则将有更多爆料。原八元批张雨绮卖惨全文如下，不是说过不再说了吗？一个人能复合的了吗？报警有规定要100米以上的伤口才可以骂，报警跟绝情有什么关系？绝情跟认识2天开房有关吧？复合又撕脸的戏我怎么策划呢？难道我能知道你几个月后会跟别人去开房吗？几个月后又要结婚吗？你做太 low 的事，我实事求是说也不可以吗？黄毅清我不认识，你很了解他还是跟你很熟吗？从没听过有人说自己从来没做错过事，道德底线可能是有人特别低，有人要求高一点，每个父母都会关心爱护小孩，也会为小孩有改变，公开谈论这些是为了什么？还有就近一个多月通过你们公司找你拍的戏和话剧，就近是不一帮人为了一点利益公开荒话连篇，说什么事业停滞，可能娱乐节目本身就是为了各自利益娱乐而已吧，真不真实并不重要。最后以后请不要再评论我影射我，不然这只是警告。